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这性感的声音是小新。还是个子高的人比较好，对吧？就是啊，因为个子高比较帅嘛。就是啊，因为个子高比较帅嘛。因为个子高比较帅，拜拜。个子高比较帅，牛牛鸡。我要变成个子高的人。怎么了吗？可能是错觉。对了，我刚才说的，加入我们剧团的学妹拼了命的到处找高个子的人，幸好终于找到了。音乐剧《巨人国的大巨人》，就是说啊，主角如果个子不够高的话，感觉就不帅气了嘛。妈妈，你回来了。是我回来了吧？妈妈，怎么样才能让个子变高嘞？我是突然问这个。别担心了，等你长大自然就会长高了。不是等长大以后啦，我想要马上变高啊。这个嘛，听说喝很多牛奶就会有帮助，到底会不会就不知道了。牛奶是牛的奶奶，果汁是我的爸爸啊。牛奶好像已经喝完了呀。美牙媳妇，请你过来一下。怎么了？你说说看，对孩子来说，这么重要的牛奶喝完竟然没有补上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抱歉啊，根本是不合格家庭主妇。你平常根本就不喜欢喝牛奶还说呢。牛奶给我。没关系嘛。我要抢你妹妹的牛奶了。可是不然妈妈喂你喝母奶好了。我不要那种扁平胸的，我要写真集大姐姐的了。哎，真是对不起哦，是我把你喂大的还敢嫌弃。妈妈，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让个子长高？我看看哦，如果梦见从高的地方跳下来，个子就会长高。真的吗？还有踩到马粪的话就会长高，这是什么怪招啊？马粪马粪马粪是什么嘞？就是马的大便。我想要踩马粪，哪里有嘞？北海道的牧场有吧？那带我去北海道好不好？不要胡说八道了。话又说回来，你为什么突然想要长高呢？因为奶奶子姐姐说她喜欢个子高的人呢。原来是这样啊，如果想要长高的话就不能挑食哦，要把饭菜吃光光才行啊。你骗人，我明明就没有挑食，却没有长高，不是吗？你每次都把青椒剩下来还敢说。还有红萝卜。不用担心啦，等小新变成大人以后，我现在就想马上长高了。算了，我不想拜托妈妈了。好好好，随你高兴。今天开始会有全新单元哦。动感超人，动感超人的动感人生咨商。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请问怎么样才能变强呢？这个嘛，每天不停磨练拳头，锻炼脚力，练习必杀技，就会变强吧。接下来的问题是，请问该怎么做才能让个子变高呢？意象训练很重要哦，试着在脑海里想象出自己变高的样子。就是这个。开始进行意象训练。想象自己变高的样子，想象自己变高的样子。我爱你。好，奶奶子，我要命中你的心。
快把拳还给我！三脑筋，这可是太不懂事了。个子不够高的话，人生果然困难重重。有没有长杆子之类的？这就是大人的高度哦。你觉悟吧，不懂事的树。我回来了。你回来了。滚来滚去，滚来滚去。你在做什么？滚来滚去。我正在让个子长高哦。滚来滚去。让个子长高。看到人家擀乌龙面，我想出来的体操。滚来滚去，滚来滚去，滚来滚去，滚来滚去。好，应该长高很多了。我是谁呀？这性感又听起来个子很高的声音是小新。你猜对了，娜娜子。小新，你好帅。你看，我刚才拍的。哇，好可爱哦！还是个子小小的最可爱了。我觉得个子越小越可爱哦，好可爱哦。怎么了吗？没事，可能是错觉吧。你看这只猫咪也好可爱哦。真的耶，好小只，好可爱哦。这一次又想做什么？他说想变得比以前更小，真搞不懂他。我